盖好了。这下桥正常多了吗？话说你这不是扳手桥吗？扳手呢？在前面呢。我去，这么小，只能算镰刀吧？要不直接拆了，别浪费钱。不行，这可是桥的象征。大家好，我叫 Sam 大叔，是一位天才造桥师。没想到我竟然被老莫阴了。哎，别说的那么难听，不就是造个桥吗？连一个承重点都没，这个桥怎么造啊？我去，这也太难了吧！承重点这么矮，你咋不设置基督星呢？哎呀，你不行就别找借口嘛，我换个人去。哎，这个人就没意思了。如果我想想，肯定有办法。想到了。我去，你这啥玩意儿？前面是个扳手，但是后面又像茄子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两边卡住就是为了承接大球的重量。是吗？我赌你这个桥马上就会卡。不可能。我就知道赌输了吧。哼，我还没答应你赌博呢。我去，你耍赖。盖好了。这下桥正常多了吗？话说你这不是扳手桥吗？扳手呢？在前面呢。我去，这么小只能算镰刀吧？要不直接拆了，别浪费钱。不行，这可是桥的象征。好好，如果不影响桥就随你。回来吧弟弟们。好的。看，顺利吧。Moments later， 老莫，这次一定行。这个破扳手怎么还没拆啊？真的不用，如果这次还不行，我就自己跳下去。好，这是你说的。这次要是栽坏了，就能趁机把这坑爹造桥师换走了。嘿嘿嘿。怎么样，不错吧？这和我计划的不一样啊。